国产疫苗力拼下周解盲，但想出国打了国产疫苗就能通关吗？陈时中坦诚有这个风险。我们国产疫苗如果开始施打，没有办法及时的得到国际认证，这样的可能跟风险。有，当然有。欧盟、日本都要推出疫苗护照，但国产疫苗目前还没取得国际认证。面对质疑，陈时中强调，民众施打会有选择权。如果在使用这些东西，我们会提醒民众世界上所一个相关的一个 status 可以选择，可以选择。比较大的量进来的时候，就让开放比较多的人的时候就可以了。打国产疫苗当然先应急，未来要出国也能补打认证疫苗，只是民众愿不愿意却很两极。买 AZ 那些的，就是可能会相较于国产疫苗会稍微比较安心一点。如果我打了国产的，然后又打外国的，然后又变成说效力又减弱什么的，因为现在没有人做过也不知道。我必须得选，我可能还是会打国产的吧。出国必须要求再打一个认证的，比如说 AZ 啊之类。哦，那可以接受吧。民众对国产疫苗还是寄予厚望，因此现在国产疫苗连亚力拼，六月底解盲后，七月中能够通过紧急授权，同时启动第三期实验。到这个印度做的临床三期实验是基本上也是双盲的这个 placebo control， 就是安慰剂组的这个控制组对照组。连亚证实将到印度进行第三期试验，临床开始后同步用实验成果申请国际 WHO 认证，一旦顺利，民众要出国不会只有国外疫苗可考虑，国产也是个好选项。三立新闻郭义轩、陈兆文的报道。